你们好，我们社团搞活动，收下一些玫瑰花，便宜处理了，要买一朵吗？多少钱？30。不买。为什么？这个花放在店里卖最多几块钱，现在借着什么社团搞活动抬高价格不说，而且你看一下这个花，马上就要死了，买它有任何价值吗？思叶，你想要吗？嗯。给我，我买。我也要。还有多的吗？我们分开卖的，就剩一朵了。云竹，要不这样吧，待会儿我去前面花店给你买。可我就喜欢这个，你就要它。那我没事，我不。我要了，不用找了。好，谢谢。给你。我。谢谢徐总。你们先吃，我不想吃了。你们先吃。